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油干马肥都吃过了哈，就差这个羊肠子了。今天买了3斤羊肠，让阿公做红烧羊肠，让阿公好好热乎一下，开干。随便买了块羊肚哈，一起烧在里面。这个羊肠除了做汤，红烧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哈，里面的油脂非常的丰富啊，叫一个滋一下就冒油了，巴适的嘛。这就是清洗干净的，直接改刀就可以了，切成长条条。毛肚切成块块，阿哥点火，要热水干了。冷水下羊肠，只需要焯好水就可以了。葱姜、料酒、辅料准备的葱姜蒜，切成丁丁儿。白桂香陈皮。切点芹菜，青红椒、洋葱块，焯水后盛出来，烧油，把料头爆香，花椒、海椒，撒上豆瓣儿，下入羊肠，煸炒一下，炒出油脂，再加入啤酒，适量清水。调味生抽、蚝油、两颗冰糖、一点半包盐，三个要煮20分钟。时间到，再放个洋葱下面来，青菜干根儿，尽量煮趴的哈，越趴越好吃。要得了，起锅。我有点汤汤泡饭，最后葱花收尾。就这个红烧羊肠，我厚几两皮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亲哥，要点黑豆。来嘛，你最喜欢吃羊肠子。嗯，吃羊肠不穿衣裳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你也就是羊肠子，吃的更是超热，是吧？啊，就超热。嗯，好香啊。好的。我觉得羊肠子跟牛肠子有点比哦。嗯，牛肠子跟着羊肠子。嗯，牛肠子。你说那么冷啊，嗯，哦，这个不是真人，能吃两样，不吃不吃不用穿羽绒服，还毛肚，你想要毛肚，那毛肚，哎呀，还毛肚，还没人毛肚。把我给你烧起来，那我还把我饭不够，了不得，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付老师就给我们，我到位，好，没得的，发了个拜。今天这个菜我们肯定喜欢，肯定嘛，我还给阿哥买他喜欢的好东西。阿哥，你爱吃硬菜啊？晓得我牙齿不好吗？禁止吃硬菜。这个硬菜跟你牙齿没关系哦，今天是菜哈，今天给你做个神仙牙膏。耶，那我们这儿好生喝一下，吃了谁神仙喽？哦，准备只兔眼儿，2到3斤最合适啊，洗一盘菜。这是一个失传已久的老菜哈，神仙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，做这个菜啊，必须有面子。断筋，塞进肚子里。阿哥，点火，要得开干。冷水下入鸭子，花椒、葱姜、料酒，烧开后煮10分钟，焯个水。煮熟的猪蹄头，切成片。冬笋切片，火腿切片。焯水以后捞出来，趁热抹上糖色，等会儿一炸就上色了。锅烧宽油，七成油温，鸭子加油，油速上色，慢慢这个颜色变深了。煮到2遍金黄就可以了。起锅，准备一块纱布，铺上火腿、冬笋、蛇头，这样一层一层的铺。
放上鸭子，剩下的边角料塞进肚子里，再来点大葱生姜，慢慢的弄啊，再包起来，炸鸡，葱姜，盐巴，胡椒粉，煮鸭子的原汤，放入鸭子，炒好的糖色，凉水下锅，水开即食，大火蒸三个小时，再加点胡萝卜、莴笋片，四鲜肉。哇、哦，太香了！七哥，蒸点原汤回锅，下入双片烫一下，轻轻揭开，哇塞，好香！扣上盘子，再翻过来，哇，开！猪肉断身拿出来，铺在鸭子上，汤汁勾个标签，最后来点明油，七哥，淋上汤汁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就这个神仙眼儿，我厚几点皮，你们那个小红心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哦，还准备了个烧白头啊！来，我来请。要得很个。来，阿公，先给你整个腿腿儿。你看你拉进来了，哎呀！来，阿公，来，哪个人吃个腿腿儿？哇塞！哎呀，巴适的板了，你看。透骨了都。啊，剩下的都传到我的。来，生菜，阿公。全部脱骨的，我跟你不白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样子，好香啊！哎呀，绝了！哎，不枉我做三个小时，真的三个小时，我跟你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鸭子特别的鲜。嗯，如果你觉得不用分鸭子，我这种肯定不亏鸭子。来，阿光吃会儿说呗。对。哎呀，真的太难了吧？嗯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神仙都不换。哦。还皮真烂了，慢点，太壮。嗯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，给我小付了，进行广美，我大美，我大哥，我们连线，拜了个拜。